十五床今天出院了，手术效果不错，这件事呢也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，大家可以松口气。我说两句啊，那个，通过这个事儿呢，我跟小波充分体会到了大家的热情，和咱们这个小集体的温暖，所以呢，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感谢，我们俩为大家比个心吧。 哎，你们两个不会天真的以为给大伙比个心，我们就放过你了？那还怎么样啊，主任？你要干啥呀？这个手术耗材的钱是你们垫的，但是人工费我们都免了。哎呀，都是朋友，大家都是一个 team 的，不停跳搭桥，那很困难。那相当的困难，累都累死了，都是兄弟嘛。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，是不是？朋友，哎，江百炼，到，上连接，啊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发过去了啊，在群里，五天，在群里啊，什么意见？五天这么多呀？啊，里面所有的零食是我的，其他人说出你的需求，跑步机一台，谢了，电子琴一台，谢了。 我这便宜啊，观影VIP年卡一张，你还有时间看电视剧？当然说你也用过账号了，赶紧买。哎，连接里面最贵的化妆品不是我们的啊，确实。吴外科李主任送给他现在老婆的。他早晚还得离。主任，我是主，他是主办，我从办，能打个折啊？打什么折呀？哎，还有，千手医院出院之前送给我们的锦旗。哦，对。 这跟武春也太像了，生处处有惊喜呀！啊，展示。当当当当！从今以后，这面锦旗就放在秦大中书桌旁边，让他早起晚归都能看见，好鞭策自己，好吧？没问题。阿青，辛苦了。叮叮。行了，收心吧，准备干正事。哦，这应该早点干正事。阿青，哎，走了。